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Nice to meet you， 我所有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我是安顺。哇，最近呢，我们的嘉义大学呢，跟相关单位呢，做了一项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哇，在塔山这个地方呢，这个蝙蝠的数量算是全台湾本岛哦当中，如果说以种类来说的话，占了61%，对不对，安顺？是的，经过他们2年来的这个调查跟监测哦，是总共发现了有20种的蝙蝠。占了台湾本岛33种蝙蝠的61%耶。而且其中有8种是台湾特有种，跟3种的特有亚种。哇，特有种数算是也蛮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生态状况真的是蛮好的。不过主管机关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我们有看到蝙蝠、发现蝙蝠的话，要几件事情提醒大家，对不对？当然大家也不要太紧张，看到蝙蝠不用害怕哦，台湾没有会吸血的哦，或者是会咬人的蝙蝠。但是大家如果说到了它的栖地的话呢，绝对不能够太这个喧哗，或者是说去攻击这些蝙蝠，因为尤其在冬天，他们在冬眠的时间的话呢，如果说你把它吵醒了，它可能会找不到食物，就会因此而死亡哦。对，因为声音对它来讲，它是听音辨位，对不对？是的，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很多朋友喜欢拍照，可能刚好进到一个发现一个新的这个蝙蝠洞好了，是那这个时候会想要用灯光照射以力拍摄，可基本上这个对蝙蝠或物种来讲，其实基本上就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对，会惊扰到他们了，因为瞬间的闪光对他们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惊吓哦，那他可能会被吓醒，吓醒之后呢，可能就有点麻烦，他可能会误以为这个冬眠时间结束了哦，对，那可能会对他造成干扰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呢，像比方说像食虫性的蝙蝠啊，它事实上会吃掉比较大量有害的昆虫，哎，这个其实有助于减少农作物的危害跟疾病的传播哦。那另外有一些食果性的这个蝙蝠呢，可以帮助植物的传粉或传播种子，哎，这跟鸟类有点点像哈。所以另外还有很大的重点，其实蝙蝠在我们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上是有福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是的。所以其实有助于在文化上啦、生态旅游上的一些的服务的功能哦。所以希望大家所有的朋友呢，能够共同来守护保护我们的蝙蝠哦。纯净新闻都在小小鸟大世纪。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讯息哦。其实环境问题是没有国界的。最近呢，有一则报道就提醒我们了，哇，在
2021年实际上可能是全球有关于 H5N1 在禽流感这个部分好像挺严重的，对不对，安顺？对，对于在野外的野鸟来讲呢，这一次的冲击好像特别的明显哦。是，因为根据统计呢，已经有超过5万只的野鸟呢，可能因为 H5N1 的这个疫情的关系呢而死亡了哦。对，就有专家很担心说，在2021年发生的这个严重的疫情有可能会重演极尽的春天的当时候野鸟大灭绝的这个状态，对不对？对，在春天听不到鸟鸣声哦，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耶。在我们有历史记录的状态底下，近期之内大概有两次，一次是在1950到1960年代，就是我想也是个现代化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所谓的 DDT 所造成的，另外一次则发生在1970年代到80年代，那是因为集约化耕作所造成的田间鸟类大幅减少，对不对，安顺？是的，没错。那我觉得当然这个 DDT 药物的使用呢，因为食物的关系造成鸟类很大的一个影响哦。这个我们刚刚提到集约化这个耕作、哦、是因为它的栖地受到破坏，是，所以呢鸟类的数量也会减少。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让人家比较担忧的就是说，这个因为禽流感的关系，因为这个鸟不像我们人哦可以这个投药所以基本上对鸟类来讲呢，其实传染力又那么强，可以一直传到100只以上哦，其实对鸟类的危害是很大的哦。所以其实颇令人担忧的哟。是的。那其实从2021年到2022年这一年当中呢，欧洲野鸟哇检验出超过3500例的 H5N1， 而且感染遍及了63种野生的鸟类。那在德国、法国、荷兰跟英国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海鸟。哇，感觉海鸟又都特别的比较少一点。是是是，这个如果说族群受到影响的话呢，可能整个这个族群都会灭绝的哦。是，所以其实我想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还是得拉起这个警戒的心情，对不对？是。当你在野外可能遇到伤鸟、病鸟，事实上我们都不是专家，这个部分就要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了，要提醒我们的所有朋友们。那另外再来提到，在我们的台南，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提到绿鬣蜥。对的状态好像真的在野外快速的成长，这成长的数量非常的快速，而且在台湾的野外似乎也没有它的天敌，对不对，安顺？没错，因为它繁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是，而且它好像它的隐藏性又特别的好，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被发现的、哦、对，像台南市政府在去年委托专业厂商跟义消总共移除了绿鬣蜥6056只，哎，这可是104年到110年捕捉的总数量的3倍，哇，好可观。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它的数量真的是很可观，因为它光一只可能每一年下蛋就不计其数，对不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其实就牵涉到外来种的问题了，而且每一年的10月到隔年的4月是绿鬣蜥的繁殖季节，那每一年大概可以产30到70颗，哇，真的很可观。这个对我们的农作物的影响似乎现在已经有被通报了，所以影响算是蛮大的，所以现在也有可能要架老鹰的栖架，或许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方向用生物防治法或许会有一些帮助吧。 对、哦、对，我们要联手猛禽看看我们这一些猛禽朋友们能不能帮我们，他们在小的时候呢就可以移除一点哦，是，不要等到他长大那都为时已晚了、哦、对，因为长大之后它有繁殖能力 了，那肯定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今天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很高兴的为朋友邀请到是中华民国野鸟学会的国际事务主任，也就是 Scott 的潘森士先生来的节目当中，他特别提醒我们在个人就生态保育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怎么做，就是不要引进外来物种。那当然很感谢他，他为了帮台湾发声，他特别在前两年呢申请了规划台湾国籍，他可以代表台湾人的身份去宣扬我们台湾在生态保育这件事情做得真的非常的好的这件事情。所以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访谈哦。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Hello，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尼克。今天的大自然人文的守护者，很高兴为朋友邀请到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野鸟学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Scott。 那他的中文名称叫潘森士哦，森林的森，然后知识的士。来台湾呢已经超过12年了，那潘老师呢他非常喜欢大自然，曾经到过许多国家，而且都跟野生动物有关系，包括阿拉斯加、布里斯本还有复活湾这些地方哦，而且呢和英国皇家鸟会保护协会呢一起通力合作来做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减缓海域捕鱼船队中的这个海鸟混获计划。同时呢他在前两年也特别帮台湾呢的中华鸟会呢积极去推广各地鸟会的一些事务呢，成果是非常的辉煌哦。我们赶紧邀请我们的 Scott 潘森士老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一声。来 Scott 您好。哎，你好尼克。是 Scott 来自美国，12年前就来到台湾，当时候为什么想要来到台湾呢？简单来说的是，我就是本来在想来台湾学中文，因为我就是在想可以用中文在做那个野生动物保育的里面工作。对，那其实我更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也稍微的聊了一下 ，Scott 告诉我呢，他从小三岁的时候就跟他的母亲说到，长大之后要当一位兽医。然后一路走来他其实始终如一，他对生物学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他的数学不是很好，统计分析可能没办法做得很好，所以他就打算找跟这个野生动物保育相关，他的未来的路向方向就是朝这个方向。但是后来念了大学之后，他觉得因为做野生动物保育基本上应该是各种领域的人都需要，所以他后来念了这个法文，也念了政治学，对我们的生态保育，尤其在前两年帮中华鸟会，因为会籍即将要被这个解除的时候，他帮我们做了国际政治事务的一些角力的这个沟通，真的做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努力哦，真的要很感谢这一路走来自己的学习Scott 的学习哦，的确发挥了作用。来到台湾，你后来选择到屏科大继续做研究，为什么选择屏科大呢？因为我就是在大学学那个法文跟政治学，然后我以后我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在想开始真的做一些跟野生动物或是保育的议题的工作，然后我在想应该做一个论文啊，应该就是做的我的那个硕士，是跟那个野生动物有关啊。uh-huh. 然后那时候我在想是刚好如果我就在台湾做，是，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开始研究一下在台湾哪里可以就是做那个野生动物的议题，如果想做读那个硕士，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推荐屏科大，因为我就想在外面做，是，他们就是说就是屏科大会有最好的老师们啊，然后对这个系是最好的，所以我说好，可以就是去研究一下。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那个孙老师，屏科大的孙老师，我联络啊，问他，然后我特别就是去那个高雄，然后他接我在高雄的那个新作业，然后他带我去屏东啊，带我去那个屏科大，然后就是花一整天。那时候就是认识那个孙老师，然后我后来的那个指导老师，那个裴佳琪老师。裴佳琪，对对。你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念的是法文跟政治学，那如何让你开始进入到保育动物这个领域的工作？其实你也经过了一些学习，对不对？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中央公园的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再回来台湾讲台湾的事宜。好好好，对 ，OK， 因为我大学毕业，我就
21岁，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如果要做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是。然后刚刚在做一块，就是做那个政治学，然后那个发文。因为如果你要就是讨论啊，就是做那个政策，或是如果你要就是跟公部门沟通，你需要这块。但是因为如果想说服人，或是如果想讨论的话，你必须要有那个背景啊，然后你需要一个立场。所以我在想，好，我还没做好了我的功课，啊、所以就是好要开始，就是有这些经验，所以我可以真的了解我想做这些事情。嗯，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教一些工作可以给我这些功能，所以我就是发现了有一个实习啊，在那个纽约的中央公园的中央公园动物园、嗯、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3个月的一个实习，就是变成一个动物园的工作员。每次我在做类似的东西的话，其实不是赚钱的，我同一个时间我要在一个地方就是 Best Buy、嗯、他就是买一些电子的东西，是，所以我在那边赚钱，然后在那边就是做这些，然后从那边就是开始就是可以就是认识一下跟动物有关的，然后跟那个生物学有关的大部分的事情，就是帮他们处理他们排遗啊、哦、然后就是准备他们的食物啊，是是，对，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动物园里面、欸、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这边动物园的保育员要喂养这些动物朋友们，然后帮他们处理环境的整洁，嘿嘿嘿嘿，做这些事情，是是是，亲力亲为去跟动物进一步的接触，是，然后让你知道说他们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保育的工作。自己觉得以后就是都一步一步到越来越难的工作，真的要给你掌声了，为了动物保育这条路给自己很大的这个考验，然后跑遍全世界，而且事实上是Scott本身的语言能力也非常的好，除了法文之外，日文他事实上在日本工作一年也是跟研究动物保育相关的、嗯、可他日文也是可以拿来做沟通了。那在台湾的中文，我在跟他沟通之后，我发现他根本就是像他的母语一样了、哦、真的超级厉害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这样子可以全世界跑透透，在经济事实上不是很富裕的宽裕的状态底下，你却可以做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年轻朋友，给我们一些支持的力量好吗？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做这些事情的？嗯，欸，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我都不太想做依赖那个爸爸妈妈，所以我知道如果要就是做那个实习的话，我要先就是赚钱、嗯、因为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没办法就是，当然，所以也是不能饿肚子嘛，嘿啊嘿啊，基本上还是要够巴豆台语是不是也听得懂？有有有有、哦、其实我在拼科大的时候，是，我就是想认识一些朋友，然后我就是碰到一些问题跟我的中文啊，因为在课本里面他们会跟你说、uh-huh. 哦，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你应该跟他讲就是那个当地的语言、哦、你好吗、uh-huh. 但是我发现台湾人都没有说你好吗因为如果你说你好吗，大家都会你好结束了，没有什么对话就直接句点了对不对对、oh. 所以你要说那个加巴阿伯类似的东西，加巴阿伯就会继续开杠楼梯， 对, 对, 对，你后来可以就是讨论你刚刚吃什么东西、oh, 是，所以基本上有理想但事实上还是要顾及到经济基本的层面了、嗯、就是可能靠这样的一个活动来支撑你的理想的目标、欸、然后你居然可以因为这样子全世界跑透透这么多地方、欸、是啊是啊，不容易啊，然后在2010年就来到台湾，而且选择台湾因为你听说台湾人很友善，嘿，没错啊没错，所以对啊，因为我就是我那个是2010年，对，那时候我就是住在 Oregon 州、嗯、就是在加州的这个北面 anyway 那时候我就在想 OK 我已经做几个不一样的工作，然后我就是想在亚洲做那个野生动物保育的，但是如果要在亚洲的话我应该就是选一个对亚洲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啊嗯、所以我在想应该学那个印度话或是那个中文，中文，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印度的话他们会说英文，因为一件被殖民、啊、所以在中国的话没有啊，所以朋友其实跟我说如果想学中文的话应该可以就是在那个台湾学，因为台湾的那个教育部他们会有那个外语奖学金，是，然后他也就是说如果去中国的话中国就是很大，所以如果你在北京或是香港或是上海都有不一样的腔调，有各种不同的腔调，你很难学会精髓对不对，华语的精髓，对，就是说那个台湾人是比较友善啊、嗯、所以我说好 OK 就来台湾了，对，但是我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你做保育的工作当时候会选择在亚洲的原因是你觉得亚洲更需要这样的力量在做推行吗、欸、其实 我不知道，但是生活就是让我就是往亚洲就顺势对不对，因为你先到日本嘛，嘿呀嘿呀，对，然后以前在澳洲，然后、在澳洲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博士生的那个研究助理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了解就是
因为澳洲其实 跟亚洲有关系啊，因为他们都在那个前期线，比如说一些 bartail guy 或是一些别的鸟种，他们一定就是会经过，那么对啊，他们会飞那么远。 anyway， 所以我就是开始了解这边的鸟况是什么。后来我就是日本，然后在日本的时候我也有一些机会，就是了解就是那个东北亚洲的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问题啊，环境的问题，然后因为都是那个鸟类一起的，对，环境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国界的，嗯，它实际上都是连带的，联动的，对啊，没错啊，因为都是 connected 啊，所以一定有机会就是了解更多啊。然后我也发现亚洲就是非常厉害的地方，那么多，因为是很多元啊，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经济，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政治，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也很多不一样的环境跟野生动物。这样子跟你念政治学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你观察到在亚洲地区是有很丰富的各种不同的政治的一些变动性，也相当的强烈。哎，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亚洲地区，因为如果你看东南亚或是东北啊，或是那东亚，都是不一样啊，都是有不一样的情况，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亚洲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如果你要大家一起合作，因为如果你看欧洲的话，欧洲现在有欧盟啊，然后现在欧洲跟非洲他们现在有更多就是联络，还有地方在非洲大家都不知道他们那个候鸟会飞到哪里去，是，但是在亚洲这边有最多空间啊，因为 East Asia Australasian Flyway 我们迁徙线非常大，是，然后那么多鸟种啊，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啊，因为以前可能没有人在，或是可能他们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就是做类似的调查，或是类似治疗啊。对，我们现在在做研究调查，很多的鸟类可能会从菲律宾啊，然后来行经台湾，可能香港，然后可能会中国大陆的在北上去，然后就会经过也可能北韩啊跟日本，事实上一路上去，是是是，对，俄罗斯这样等等的，对啊对啊，整个这样上去，可能他们也会到那个阿拉斯加州、啊、阿拉斯加州，对对对、哦，就会有这么样绵延很长一脉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有脉络性的。所以你选择在亚洲是因为它很多元，所以你可以研究的领域可能又更多，就这样顺势了。感觉上听起来是这样子。对啊，然后其实做跟鸟有关的工作的话，我会发现其实就是做研，现在就是做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是台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台湾其实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不一样种的那个候鸟会就是来台湾，就是当他们那个 wintering site 度冬地，对对，或是就是变成那个 stopover， 他们会在这里休息啊，所以超级多，因为台湾真的在这个前期线的中间，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stopping site， 因为如果没有这里的那个湿地啊，没有这里的那个地垫，他们可能肚子饿，他们可能会死掉。对啊，因为这个中继站可以让他们好好的补充自己的能量跟元气，然后继续再往南或往北飞。对啊，比如说现在跟那个黑面琵鹭啊，是黑面琵鹭现在去年的台湾黑皮普查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 60% 的世界那个出口，对，六十、那个、population， 对啊，对啊，就在台湾，是，所以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台湾除了是各方面的物种很多元之外，其实对于很多的候鸟的朋友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栖息环境。所以让你投入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它更好更多元的美吧。所以其实 Scott 来台湾之后，除了念书做野生动物保育之外，其实平常好像也全台湾也走透透，对不对？你到处去走，你最喜欢哪些地方呢？哎呀，这是很难说的，我很难说。但是其实我做我的硕士的时候、uh-huh. 我就在做，我没有在做鸟类，我读我的硕士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做那个穿山甲。穿山甲，哇、wow, 那下个阶段我们就是不是来谈一下您做的穿山甲这样的一个研究哦。所以其实基本上来到台湾之后，因为我去年我们的选举的时候，我才知道说 Scott 的事实上有台湾籍，然后上网查了一下，哇，他是用专业人士申请到规划台湾国籍的这件事情。会特别做这样的申请是想表达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已经超过十年在台湾，然后我已经在做很多不一样种的工作，然后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是，然后跟我们中华鸟会处理一些事情跟国际的事情以后，国际事务，对，我为什么就在想申请？对，为什么想申请呢？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代表很久，然后已经在帮他们就是推广，或是就是在帮写论文啊，或是写一些文章，或是写一些那个新闻稿，但是或是就是做一些演讲，但是每次我在做的时候，我不能说我们台湾人，
我一直要说台湾，或者说要说哦台湾，然后我就要提到这些的，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点不顺利啊。因为我就是觉得如果一直在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希望可以用台湾的身份去发声， 对不对？在国际发声。嘿啊嘿啊，嗯，这是很重要。感谢你耶。谢谢谢谢。而且事实上你拿到我们台湾国籍真的算是很顺利，你用专业人士的，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申请的方式，我本来还以为说你跟台湾姑娘结婚了。哦，很多人会以为。但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他们的方式是比较，有点复杂，然后我会发现我感觉是有一点特别一点，我可以就是 用这个方式做。但是我就是有一些同事他们跟我说，如果 我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就是帮我，就是给我那个推荐信，推荐信他们就可以帮我就是说话。因为你需要一个公部门的那个单位，就是帮你就是提出申请推荐就对了。对啊，哇，所以真的也不容易。因为其实从2016年我们台湾的国籍法修正之后，大概在当年你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大概有209位用专业的方式来申请入台湾国籍。现在快到400个，快到400个了。哇，真的是，就是我们也很积极，希望能够让更多专业人士能够拥有台湾的国籍，帮台湾发声。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重要。而且这里面其实特别提到，就是那时候你就是负责中华鸟会的国际 NGO 的专案合作计划嘛。那很重要，就是那一年2020年中华鸟会遭到国际鸟盟驱逐会籍这件事情，你负责搜集情资跟代表谈判。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鸟会来讲很重要，对台湾来讲，在鸟类保育这件事情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真的非常努力，这件事情真的也要很感谢你。谢谢感谢你的努力。而且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很感动。你希望用台湾的身份来帮台湾发声这件事情，很感动。我谢谢我，我现在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干嘛要尴尬，就是一路很自然的。哦，你他已经是你的母语了。对啊，是吧。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觉得 OK， 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国家，所以我就是我2020年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好可以，然后我就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就是跟那个农委会，我就是用农委会，因为我就在做那个野生动物保育的。但是因为通常如果在做这些的话，很多外国人想规划的话，用这个方式做规划，他们会用可能经济部或是教育部，但是我就在用那个农委会，然后农委会可能他们没有很多人就是想用那个农委会在做，所以他们也就在学怎么会处理这些事情，处理这些事物，对不对？对啊，对啊，很重要。因为农委会管辖是台湾各种自然人文山林的这个部分的事情，人跟山跟林之间还有海之间的问题。对，所以我就是很开心，我可以就是一直跟他们联络，一直就是谈这些事情。因为，跟农委会以前他们跟我说大概有四个人，我以前就有四个人在跟农委会，所以就说哇 ，OK， 好，所以我就是一直就是要告诉他们我可以，然后我要翻译全部的资料啊，因为如果就是有一些英文，我必须要就是让它变成中文。所以事实上你也跟帮我们的公部门做了这些翻译相关的工作，对，然后这个部分实际上跟你所学啊政治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的用字遣词可能还要推敲说我如何去撰写，可能可以让国际间更认定我们的一些努力或我们的一些推行的一些保育类的一些事物 的事情，真的蛮重要的。对，因为如果是好或是坏，因为不知道怎么会翻译那个2020年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不管，我就是觉得还是在做代表的事情，所以要包括在里面。当然当然，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
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尼克。今天单元是大自然人文守护者的单元，很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鸟会的国际事务部的主任，也就是 Scott 潘森士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再度的邀请 Scott 跟听众朋友们问候一声。 Scott 您好。哎，你好。是2010年来到台湾，那时候还不会华语，中文其实对潘森士老师来讲根本就是母语，他完全不需要思考，马上就就很流畅的跟我们做沟通。前半部有听到听众朋友应该觉得哇， Scott 的中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他为了帮台湾发声，用台湾的立场去讲我们的保育的重要性，特别呢也规划我们台湾的国籍，真的很感谢他哦。那我们就现在来聊到了你2012年跟2014年来到屏东这个地方，然后念屏科大的研究所。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当时候写的论文是跟原住民部落相关，但是也是跟保育相关的，因为裴佳琪老师本身的一个研究计划案，所以你就投入这样的一个事务。那时候会不会害怕华文才刚开始学，而且你说你才学半年，剩下的把你丢到屏东一个可能不会说英文的地方，然后还要深入部落，而且是不同的部落，有阿美族还有这个布农族，完全是不同的这样族别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做访谈这件事情，刚开始会不会有点担心？那当然啊，我觉得这是正常啊，很正常。但是那怎么开始的呢？我本来就是跟裴老师在讨论我应该就是做什么议题的时候，是我就在问他什么是一个国籍的议题，是，然后他跟我开始说，哦，我知道穿山甲，因为穿山甲是最那个一个哺乳类的动物啊，然后它是世界上最违法贸易的哺乳类动物啊，是，但是其实台湾的那个数量是稳定的，所以他就是在说，如果你想做一个比较国际的议题，可以就是帮忙就是做那个穿山甲的。是，后来我就是在开始就是帮我的学长小孙，因为他是一个博士生，是，然后裴老师他也有兴趣对一个东西，就是叫 ICCA， 那个是 Indigenous and Community Conservation Area， 是那个原住民跟社会保育区的一个 idea，所以就是让当地的人就是照顾他们以前的那个传统领域吧，是地啊，就是传统领域。对，然后那时候佩老师就是有两个不一样的计划，一个在蓝山部落，然后一个在独立部落。然后蓝山部落已经耕种，就是做那个穿山甲的研究。是，然后独立部落那时候就是在放那个自动相机，就在传统的那个猎场啊，是猎场，传统猎场，所以可以就是了解在那边有什么的状态，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你有这些资本资料，以后可以做更多啊，更多的分析吧，对不对？或是可以就是跟林务组，或是可能跟毕业的单位就是讨论，后来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研究的机会。或是经济的机会，所以基本上事实上你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论文让国际间了解到说台湾穿山甲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包含了解到原住民的文化它的传统领域里面保育的状况了。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所以英文就是说是 interdisciplinary， 是，因为真的开始就是跟那个野生动物保育，但是其实也有社会学跟一些那个传统领域人类学有关系的，对，都是 mix 在一起。对，因为以后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可以就是了解当地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可能以后可以有比较好的沟通，从那个学者跟那个 local people 那个部落的人，部落的人，对，因为我就是听说很久以前一些研究的专家，可能他们就是去那个森林啊，那个是原住民的地啊，但是他们没有跟什么当地人说话，后来他们就是拿他们东西然后他们走，然后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是，所以他就是像可以就可以的话让大家比较好联络啊，然后讨论事情，所以其实他是我的指导老师，但是我也就是跟那个台大的那个卢道基的老师跟他联络，因为他也就是做类似的一些跟部落一起合作的那个 community conservation 的事情，所以我又有佩老师，然后陆老师，然后哦，那个泰班萨萨拉，他其实在高雄那边一大大学，所以有很多的老师协力你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因为你谈的内容其实蛮多元的，还特别提到，我觉得可能跟你过去念政治学有关系的，只有两个外来政权100多年来，从1895年到1945年，然后到1945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来到这边的影响了这个传统领域的一些状态，那也提到他的农业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生活形态跟家
家庭狩猎的等等的营生的方式，其实这真的是跟人类学有很大的关系。对对对，都会有跟保护动物有关系啊。是是是，对啊，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在后面，如果你不开始了解，而且这些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硕士论文，就是两年而已啊，但是这种那个行程应该很长啊。因为你应该就是开始发展一个好好的关系，然后一直就是联络，因为你要就是当朋友，你要，然后你要就是彼此帮忙的方式啊，你不能就是进去说我们要帮你，我就是要东西，你就要给我，啊、不可以这样、啊啊，对，要先建立好关系，让甚或是某些时候你还要陪伴他们做一些事情，是希望。希望可以陪伴，或者是在旁边让他跟你更熟识，不要讲陪伴好了，起码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让他们认识你，有机会知道你这个人的状态、嗯、然后他们才放心的把他们所知道了解的能够告诉你、嗯、这个其实整个过程也很像拍纪录片拍的人跟被摄者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嗯，也很接近，嗯，希望因为在一些部落他们的可能经济的情况不太好，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就是离开部落，因为他们要去都市，就是在那个工厂工作，是，然后其实很多人就在部落，他们希望大家都不需要离开啊，他们都可以、啊、对，留在部落、啊、继续生活下去，然后可以把传统的一些文化能够把它保留着，因为一离开这个地方很多东西都会消失，会渐渐的消失，是，所以但是那个对啊，所以那个重点是可以让当地的人就是做他们自己的，他们不一定需要一个人一定要到外面去，对不对？对啊，以后真的有一个伙伴的关系、嗯、是、嗯、所以基本上是像你的论文名称是传统体制与历史经验对建立原住民社区保育机制的影响，那你自己最深刻的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论文出来之后，你跟你当初还没有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对原住民部落的想象有没有不同？当然了、啊，因为其实美国也有原住民啊，是，然后美国它有自己的历史跟美国的原住民，但是其实美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嗯，不一样的国家，是，所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历史，是，但是其实台湾政府以前真的在学美国的那个领土那个 forest view， 对他们那个保育的方式啊，然后他们就是管理的方式，然后那个一定就是有影响到，比如说很多的国家公园、嗯、以前就是猎场或是以前的传统地啊。对对，然后在台湾这个还是一个很大很敏感的问题，嗯嗯，但是都还在讨论，还在讨论当中，没错没错，对对对啊，但是我就是我到了部落，我其实我都不知道，但是其实每个部落是不一样啊，然后它有不一样的情况，嗯嗯，然后每个族也是不一样啊，因为台湾已经有十七，如果你看现在因为对有新增加的，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部落族跟阿美族他们完全不一样，嗯哼，他们以前传统不一样，然后他们方式，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些事情，所以你要就是我觉得不能就是乱说一个人就是这样，但是我也会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说，我就是以前就是讨论的时候他们会说可能会看加拿大或是澳洲，因为现在好像他们原住民的社会现在是很 together 很一起就是在做、嗯、然后以前在台湾可能部落跟部落他们可能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头目，是，所以他们不一定会就是一起合作、嗯、但是现在大家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对对对对对，有一些联系了，部落跟部落之间的头目之间、啊、或者是他们也有社村也算是一个社区机制嘛，对，会互相联系，然后让自己可能朝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对啊对啊，他们现在也很努力希望能够把传统领域啦或者是传统的猎场啦能够保留下，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有关于他们的狩猎的仪式跟保育动物这件事情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嗯、能够保留他们的文化站在人类学的部分、嗯、又能够做到保育动物，我知道其实这个不容易，有好多东西是要谈的， 对， 对、嗯、因为很多人就是说一样的事情，但都是很跟那个有经济的机会、嗯、哼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没有什么经济的机会，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没办法，所以很多人他们就要离开，因为他们要赚钱，但是他们有机会、嗯、所以可能你有那个阿妈，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在那边，但是家人的爸爸妈妈可能他们在都市里面，在都市里面，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给我一个机会就是了解，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因为其实就两年的时间嘛，其实有很多的细节你可能只能够就跟着裴老师他们的一些研究找到一个点去理解、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的面向需要好好的更多时间才能够知道那个方向而已，
那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可能还要很多人共同坐下来好好的去谈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就是很不容易。对啊，不容易啊。然后其实可以是一个博士论文也可以，当然对啊。然后以后就是我就是写那个论文的时候，我以后就是给一些意见，是对那个学者，如果他们就是想跟比较有合理的一些、uh-huh. 一些一起合作，是，对啊，对啊，这是为什么我用这个方式说，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议题，然后其实那个还是一件事情，大家在这里还是现在在讨论啊。我就是想就是给一点点的一个贡献，对这个两年的时间哈，2012年到2014年，其实很多事情，其实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已经。八年前的事情了、hey. 哦、八年前的事情可能现在都还有些变动，那时候提供了一个保育的这样的一个，因为 有调查出来一个保育机制的一些影响了、嗯、那现在也许时间的变动可能的影响性的变数可能又不太一样了，是，所以保育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不断的每一年都要往前推进，每一年都要去了解那个细节，因为随着年度然后随着全世界各地的互相的流通，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些些微的变化，在保育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无法停下来的、嗯、一停下来可能很多东西就突然就不见了、嗯、都来不及记录它就消失了、对啊，都很有可能。比如说其实在一个部落啊，他们现在、他们两个现在都我觉得没有跟佩老师有一个一起合作现在、哦、但是一个他们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是跟一个妈妈跟她的家人、啊、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个传统的那个、学校、嗯、所以他们就是帮那个小朋友就是了解环境啊，然后动物啊，然后他们也花一个传声筒在他们的那个学校里面学校上，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传统的那个活动啊，然后类似的、uh-huh. 另外一个部落他们已经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计划，所以他们已经做一些事情跟那个领悟组在一起啊，是是是，所以他们就是找一些不一样的机会、uh-huh. 然后他们就可以让一些年轻人就是留下来就是做这些事情。其实真的现在台湾的很多的包括渔村啊农村啦、啊、还有原住民部落，事实上都很希望青年朋友能够留在地。虽然台湾不大，但是每个地方还是有每个地方地景跟生活方式、嗯、那都很希望是也许我们过去的年代可能好早好早以前可能可以五代同堂这件事情、嗯、其实现在想起来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方式，大家不用舟车劳顿这样跑来跑去，一过年就哇又要开车回故乡，然后这个收假又要再开车回上班的地点这个其实上在各部分你看谈到生态保育，这个其实都有碳排放的问题，这个只是最生活最基础的问题，包括如果人们可以在一个家族里面共同生活那是何等的幸福，然后我的工作也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发挥，我真的觉得那才像是一个人的一个幸福国度，好像乌托邦的世界感觉上好像很难，但是现在很多人努力朝这个方面去做我也会觉得现在对现在到处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觉得是啊，所以你那两年在屏东我想语言对你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那两年没有人跟你讲英文除了老师之外说的没错所以让你语言进步这么大，那你可以建议听众朋友我们要把英文学好怎么办？哎呀，因为我们听到因为我耳朵都关起来，这个整个 close 起来看还可以耶，但是那个真的语言听这件事情对我这一辈的人来讲，年轻人可能还好，听可能都不是问题，但是要学无止境嘛，因为未来台湾社会可能要是一个双语国家，那我们这些可能五四五六年级生想要把英文能够精进， Scott 有没有给我们建议的？哎呦压力好大，压力好大你天天跟我讲英文好了哦好，如果你就是想学一些新的字的话，或是如果你就是想练习的话，你就要开始用，因为不能怕你会说错啊， uh-huh. 因为可能如果你会说错一定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是，但是如果你没有说错你不会听是错的，然后你要记得那个对了的，对，或是你要就是看看如果成功的话说哦、uh-huh. oh, it works、嗯、又是哦、oh, no it doesn't work 所以你就要看看但是就要就是一直试试看，因为我以前就会用一个软体啊，然后跟那个软体的话它会给我、每天大概四个新的字，我自己会就是写开试试看，如果可以写一个句子，是，然后交一个很耐心的朋友看、啊、我在写的句子，然后他们可以告诉我如果是对或是不对，所以是每天对不对？
every day， 对啊，但是如果你有，但是那时候还是硕士生啊，如果你在工作的话比较麻烦一点，是，但是如果你就有一个字或是两个字，然后你就是像放了个字在你已经知道的东西里面，就是看看如果可以用，因为我常常碰到这件问题，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我会说 no not like that， 但说哦好 ，OK， 了解，谢谢。是是，所以事实上还是要尝试的。你认识一个单字之外，事实上，哎，刚好建议我们就是要变成一个句子，然后可能可以用应用在生活上的对话上，可能就会让你的英文可以更精进，不只是英文啦，像各种语言是不是都这样子？或许我也有另外一个方式，是说如果我不知道怎么会说那个字，是，我就会描述它。所以大家会大概了解、描述这个字的意义。对，所以譬如说那个萤火虫啊，萤火虫，我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忘记怎么会说萤火虫，所以我说那个屁股凉凉的那个虫子的，后来说哦，对，萤火虫。你不知道那个英文字怎么形容，你可以用英文的方式去形容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对对对，也是可以，这个可以练习自己说话的能力。对，因为沟通是最重要的，不管如果你真的知道或是不知道，你就试试看。但是如果你就是不想说，大家都不会知道 你都不说，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无法表达了，对不对？哇、保育的路上从小的励志，那在今天的 ending 的部分，有没有要给朋友们建议，如果每一个人想在保育的生活上，我们可以如何去做保育这件事情，如果我到自然里面，如何不会对自然造成太多的影响，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自然里面，事实上影响就已经开始了。你有没有特别会提醒，也许你去做演讲的时候会提醒朋友们一些事情？最基本的就是说，不要，如果你可以的话，不要做那么create 那么多垃圾啊，垃圾。我记得我以前就在南部的时候，我一直看到一些穿山甲的洞啊，然后一个人就是放他的垃圾在那个洞里面。我说，好像人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那个垃圾桶啊。哇，你有另类的观察哦。但是我说，no， 不是这样子。对啊，因为我感觉是很多人他们真的在想，他们可以就是做什么，就是帮忙啊，没错。但是重点是要让大自然就是留在大自然了、因为如果你就是留它，它会就是富裕啊，它可以就是出来啊，然后它会在。但是如果干扰它，它一定需要找一个方式，就是 heal 它自己。对，所以如果就是留着它，然后不要就是放一些外来种在。很重要。在外面也是好事情啊。是，所以 Scott 提醒我们，中华鸟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Scott 潘森士老师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呢，减少制造垃圾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有呢，不要把你家的物种随意带到外面去，好，不要引进外来物种，因为其实台湾不大。但是如果它原来的地方可能生长的地方在台北，你把它移到别的地方，那就算是外来种了。那个其实对我们的野生动物保育就会产生很大的困扰。对，没错。非常感谢 Scott 今天来节目当中，下礼拜我们继续邀请 Scott 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朋友们继续来聊聊在2020年所发生的有关于台湾中华民国野鸟学会的会籍这件事情。那当然还要提到说，他常常到各处去演讲，哎，他如何鸟瞰台湾，如何呢走在动物保育这条路上，他是怎么样可以走得这么样的开心的，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下次再邀请 Scott 的潘森士老师哦。老师，谢谢你。谢谢你进过来。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我是安顺。之前的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将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嗯，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个尾鹰哦，这个是芦苇的苇，然后这个黄莺出谷的莺的这个科的这个鸟类。是，今天要介绍这只鸟呢，其实呢，它应该是一只很爱漂亮的鸟哦。哦，为什么呢？它以前叫做双眉尾鹰，我觉得形容的蛮贴切的。嗯哼，那现在呢是取它其中的一枚黑眉，它现在叫做黑眉尾鹰哦。是，那其实我觉得用双眉尾鹰呢还蛮贴切的。为什么呢？嗯，它虽然这个雌雄鸟是都一样的哈、哦，它从主要的颜色呢就是有一点港褐色，嗯、就是上半身的颜色哦，是带一点有一点红红的这个赤红色这种感觉，但是不是很明显哈、哦嗯。是，那最大的一个特征大概就是在它的脸了。哦，人家一般呢，这个眉线都只有一道，对不对？嗯，那我们的这个黑眉尾鹰呢，除了这个眉斑呢是乳黄色，在眉斑上面呢还有一个黑褐色的线斑。哦，就是过眼线的过眼线，还有眉线的眉线、啊，你知道吗？是是是。是就眉线下面好像有一个乳黄色的这个我们说眼影吧，啊、有一点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东莞画眼线吗？是画在上面，是是是，嗯。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去找就是这个黑眉尾鹰的照片，你看它的正面，真的它好像涂了两个这个眉斑一样啊。我觉得感觉上就是形容一下，它有那个眉毛，然后还画了眼线的感觉。是的，没错。然后呢，它还有过眼线。是是是，对，不过眼线是暗褐色，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啊。我刚刚查了一下的照片，它真的长得非常，我看过的鸟当中，它算是蛮爱漂亮的一种鸟。嗯它、哦、出门一定都要画两个眼线一样。是是是是是。哇，它的下半身呢，大致上呢就是乳白色的。嗯，其实尾鹰科的鸟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哦嗯。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可能会看得比较仔细一点。是。那这个双眉尾鹰也叫做黑眉尾鹰呢，它主要繁殖在中国的东北跟华北。嗯。一直到朝鲜半岛到日本、啊、冬天的时候会往南迁徙到广东、哦、甚至到中南半岛，台湾并不是在它的迁徙主要的路线上、哦、是是是、哦、所以它是稀有的过境鸟、嗯、主要是出现在平原跟湿地啊，迁移的时候呢大部分都在海边或离岛被记录到的机会比较大哦。嗯哼，啊，顾名思义，因为它叫尾鹰嘛，所以它很喜欢在芦苇啊或湿地的草原灌丛的环境单独或成对的这个活动。这种鸟呢还蛮害羞的、喜欢在这个植丛比较低层的活动底下活动，所以它都在比较低的地方活动，是不容易看得到的。而且在台湾它算是稀有的过境鸟哦。对，本来数量就很少了，是，然后又很喜欢躲躲藏藏的见不得人的那一种的、哇对，但是它通常在下雨时候还蛮特别哦，它在下雨的晴天的清晨呢比较会停在草茎的顶端呢、所以呢、它可能好天气就会出来透透气啦。是是是是是、所以如果说你要观察到它呢，这个下雨过后呢，可以到清晨的早上去这个芦苇丛旁边等等看，搞不好就可以看得到它了。如果看得到它，哇，我觉得过年快到了，对，农历年过年快到了，可以买个乐透，对，对对对，感觉有点类似吧，尤其是赏鸟追鸟的人，对不对？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今天来谈到的是跟鸟类的孵卵有关系的事情，对不对？嗯，是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鸟呢，要这个养育下一代呢，要透过这个抱卵或孵卵的方式哦。嗯哼。那我想大家对这个都是已经有在书本上看过的、哦。嗯。可是其实，在鸟类的世界当中呢，大家可以猜一猜，有一些鸟其实是不用这么辛苦的。
对，我当时候在开始做这个赏鸟节目保育节目的时候，我也很难相信为什么有鸟儿自己可以不用孵蛋这件事情。哇，原来还不止一种鸟类，对不对？对，在这个鸟类的世界当中呢，有一种鸟呢非常的特别哈，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布谷鸟啊。布谷，布谷。对，在中国呢，在我们这个中国里面所提到就是杜鹃。那这种鸟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托卵行为，托嘛就是托付给别人，帮它孵育下一代哦。是，那这种鸟真的就是我们不能说它这个泯灭人性的哦，只是说只是说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投机的行为。然后呢，它的雏鸟呢还会排除异己。哇，帮人家推走，对不对？推下去。但是其实除了这个布谷鸟之外，还有一种鸟在全世界很特别，它全世界总共有12种，是它叫做种雉。啊，种雉，为什么叫种雉呢？因为它们在孵蛋的时候呢，有一些种雉呢，它是会用地热的方式，或者是植物发酵所造成的热能呢来孵蛋。哦，它所以它也不是靠别的鸟类帮它孵，而是因为地热的关系。不是不是，有点像海龟一样，它会挖洞，然后靠着这个地热的温度呢，来慢慢的这个让胚胎把它给孵化出来。是。当然这个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呢会慢慢的来介绍比较特别的几种的种雉，它们不见得都是挖洞的，不见得都是利用这个树叶发酵的，有一些是利用地热。是、哦、在这个火山地区的国家呢，诶，他们会去探测这个温度啊，会挖到刚刚好的温度，让蛋不至于会太熟，就会变成温泉蛋。而且可以成功的孵化出来这件事情，对对，我就觉得不容易。刚刚好可以达到它的孵化的程度。哇、wow ！我们下礼拜呢再来认识这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鸟类，叫做种雉哦。哇，好特别哦！那今天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我们的中华鸟会的国际事务主任 Scott 潘森士老师特别提醒我们，每个个人在做生态保育这件事情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制造垃圾。提醒朋友们，好，那当然就是不要引进外来物种，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还有安顺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